你敢别掀盖头啊！掀盖了我就死定了。叔儿他们搞错了，应该有人信吗？不信怎么办啊？万一我被抓起来杀头，该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干嘛？怎么，郡主是在嫌弃我这个瞎子？ 瞎子吗？难道那天在马车上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瞎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都是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我不想嫁了。不想嫁？我是被逼的。不是，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稀里糊涂就被送到梅府了。这是御赐的婚事，谁也躲不掉。既然你不想嫁，我不想娶，那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。 各自安好。不是，咱都到这儿了，怎么各自安好啊？我们虽有夫妻之名，绝不会有夫妻之实。就是说你不会碰我了。怎么，郡主，这又是想嫁了？不，我同意。好。